之一等差数列的第四项为8，第七项为17，是求此数列的首项。我们可以知道 AN 等于 AN 加上 N 减 N 个 D， 所以 A7 等于 A4 加上3个 D， 所以把数字带进来，17等于8加 3D， 所以我们可以解到 D 等于3。那我们要求首项，就带回原来的公式 A4 等于 A1 加上3个 D， 所以 A4 的话是8等于首项加上9，所以我们可以解到首项的话等于-1。